洪光先生。你好，我称呼你为先生，因为你是我的老师，你是我非常好的老师。好抱歉，今天我仍然仲系喺北京拍紧戏，所以我冇时间过嚟探望你。但系你要知道，我系一直好挂心，同埋一直系一直都好挂住你。我非常感激，即系喺我年轻嘅时候，喺我最学电影最需要电影嘅时候，能够睇到你嘅戏。唔單止話提到《火影王子》英雄本色飛女正傳》所有嘅戲，你嘅電影俾我非常之大嘅啟發。你唔單止係創造咗一個新嘅香港電影形式同埋電影語言，同時你都係將你嘅愛心、將你嘅人民精神同埋你對呢個社會、對所有人嘅關懷，都放喺一部電影裏邊。呢啲係俾我最大嘅啟發，能夠使到我啟悟到拍一部電影係應該將人性最善良、最正義、最好嘅一面表現出嚟，同埋真正係關心全世界每一個人。所以我會繼續你所做嘅嘢，你所行嘅路，同埋我非常感激、非常幸運，我同徐克而家有咁好嘅機會，能夠繼續去拍你的英雄本色，即是说我们能够是承继了、承接了你的作风，还有你做人做事的风格、你的风骨。你多多保重，还有希望你早日康复，还有你要放心，因为我们会是继续行你的路，还有你永远都是我心中的偶像，永远都是我最崇拜的世界導演之一。好，祝福你，希望能夠早點聽到你的聲音。OK， 非常掛念你，請保重。